呀、yeah! 哦，刚刚那个突然间那个要唱名一下哦，要领奖有没有？然后可能刚刚大家啦都在肚子饿，所以说耳朵没有打得很开。现阶段呢，大家你看有没有唱名完有没有？感觉很像来到了家乐福有没有？大家排队在买东西那种感觉。你看我就那买的这个，其实这个画面呢，就是我想要看到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就表示这里的话是非常，就是这里是宝地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既然是宝地的话，那我们就来唱一首宝歌好了。宝歌什么东西是宝歌？我的梗都很奇怪，有没有？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好 ，OK， 刚刚呢两首英文歌曲呢，我觉得说有一首歌曲可以代表今天的那种气氛，而且呢大家呢，我们排前面的。